大脚星讯息，金的疗愈传送门遍地开花。你们好，我们是大脚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大家联系。我们对这次传讯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是多么想了解地球上会发生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许多与我们合作的团体、集体、理事会正在打开传送门，在此时向地球母亲输送更多的能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你们一直在为自己，也为你们生命中的其他人祈求疗愈。在你们生命中的很多时候，你们曾为一个特定的地方、一群特定的人祈求疗愈。现在，所有这些祈祷都得到了回应。你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时刻，即你们正在集体的敞开心扉去接受，这使得此时成为一个完美的时期，便于来自整个银河系的存有和集体向你们输送你们所要求的疗愈能量。我们已经这样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已经与你们作为一个集体，也作为个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同时从这么多地方获得的帮助是巨大的，你们知道此前的地震与此有关，你们知道乌克兰战争与此有关，因为当一件事得到世界上几乎所有人的关注时，你们的集体呼求是巨大的。当你们中有足够多的人放松下来，接收你们所要求的东西时，那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开始工作，并传送给你们与你们在振动上相匹配的东西。换句话说，你们提出要求，你们所要求的就会自动被创造出来，但在你们与自己所要求的相一致之前，它仍然只是一种潜在的经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你们中足够多的人已经与之对齐，这使之成为一个已经开始的真实的物质层面体验。传送门正在地球上到处出现，而不仅仅是在那些最需要他们的地区，尽管在这些地区肯定有更多，但每个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疗愈，世界上每个地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疗愈。当你们看到创伤和悲剧时，它会让你们想起你们自己，它会让你们想起你们还在等待什么，你们还没有得到什么。因此，你们所有人都正在得到这些疗愈能量，他们将在身体上、情感上、心理上和能量上治愈你们，这样你们就可以走出创伤和伤害，走向未来。届时你们可以创造那个你们都渴望的美好、和平、和谐的世界。作为一个集体，你们现在做得非常好，你们不仅仅值得我们现在给予你们的所有赞扬，你们值得得到更多，而且还会有更多的东西到来。疗愈只是这些传送门的开端。如果你们想知道都有谁参与这件事，我们可以告诉你们，有很多天狼星人和很多卯宿星人在这个时候参与进来，来自新宿二的存有比你们可能预期的要多很多，还有相当多的天琴座人。我们是大脚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联系。